我是北七，北七是我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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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我是他，我是他，他没有那么接力，然后后来你就看不下去，强下接力，跑超快了。哎，有蝴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不专完美吃吃的 A 姐，欢迎来到小资少女不专业料理时间番外篇懒人野餐料理。因为时间有点赶，所以等等就要出门，就不跟大家教什么各国语言，毕竟你知道只是番外篇。今天吃吃要跟一群才华洋溢的知名插画家到擎天岗文牛粪野餐去。这个活动大概从去年10月就开始计划了，什么春日不防卫队之好想去野餐，主办人就是我最熟悉的网友子宫颈燕燕，就12月来上我们阳明山野餐，到底什么鬼情意啊？我真的很生气，我不知道主办人到底在想什么，而且他还给我规定服装，因为我眉毛比较浓，所以要跟蜡笔小新穿一样红色的衣服。到底哪里去生红色的衣服？除了服装之外，就是每个人都要准备食物。所谓米饭是东亚人最重要的粮食。这次野餐我要带饭，以为我要做寿司吗？那就错了，就是饭。这个饭桶是过年我在嘉义木桶工厂买的。不对，其实是我姐出的钱，她说可以让我拍片用，终于派上用场。好，我现在开始要来煮饭。我之前买过炭火米，我觉得还好，还是台湾米好吃。话说米的保存有一个小 tip 哦，你在米里面加蒜头可以去米或者是防米虫，蒜头外面那层皮不要剥掉，或者是直接把米冰冰箱冷藏也可以，走吗？哦，我要加这个嘉义文财店天官赐福招财进宝发财米，吃到这锅饭的人真的有福了，懂吗？好，我先去洗米，这边没有水，米洗好了，加一两滴香油，可以让饭比较香。我真的是第一次参加野餐，天气热又怕下雨，天气热在外面晒太阳真的超有事，难道不能好好找个餐厅吃饭吗？我觉得我要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爷爷说老娘要赢，我这今天有要比吗？感觉真的只有我还在准备。喂，你在忙吗？没有啊，怎样？还在煮饭。好，那我先忙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饭好了，终于啊，饭丢入滚烫，不着了。倒入寿司处约3到4尺，拌匀后放凉。我刚刚不是说不要做寿司吗？我本来是想直接加酱油的，但爷爷叫我自己吃。再来是这个，上个月我跟家人去日本旅游超市买的五木散寿司料理包，好紧张哦，我根本没吃过。天啊，这锅超像喷的，韩式沿海苔，日式加韩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？散寿司就是这么简单，好，出门。婆婆，我没有时间喊你了。事实证明，只要你肯努力、肯学习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聪明，懂吗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看个10遍，订阅频道，按赞粉丝团，追踪 IG， 我们下次见 ，OK？ 我们要去野餐。他们真的可以接受我这一桶滚烫的东西吗？等到时候我们就要搭公车。哇，你也会咬碎。但知道吗？开心哦，搭公车，嘿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去死啊！没水质，所以我们没有要去擎天岗，为什么？太热，太热。这边都是阿嬷，太好了。像我都阿伯了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，不是说你啊，都是你。就是大家在找营地。这樱花也是还没有开。好美哦。相信凤梨酥谁买的啦？什么？我要开了！耶！好可怕！还蛮可爱的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很大。可爱。他感觉就是不想吃的样子。好可爱。真的，谢谢。蛮像。就是外面的寿司。对，就是。哦，就是寿司。这其实还 OK 吧？耶，太好了。两人野餐料理散寿司成功。待会变好舒服。那里有路人。花侠。小明度过了一个下午，2543玩游戏。我本来认为野餐是一件给班又麻烦的事情，野餐是真的蛮麻烦的。不过偶尔走出户外，放松心情，大脑更快乐。下次有类似的活动，主办人说得在家煮火锅就好。我第一个赞同，多温馨啊！这是你做的吗？自己做的。啊，看自己试吃哦。来吃山羊的饭团，其实可以包紫菜吃。我也。